那我问，现在超痛的。不饿了吗？8691。我明天呢，打算去挑战超辣的大王麻辣干面，它的辣度是1480000，一般辣椒等级的第10级，再来是10级的10倍。但是苏瑞突然来了，你知道要干嘛吗？嗯，吃泡面。所以我决定现在先去吃一下泡面，为明天的挑战做准备。哎，你现在不能出门呢。为什么？因为台风天，没事千万别出门。好了，4000也可以。OK， 没问题。水，这个水不要加太多。这里居然有12冰耶！好，那我们刚泡完泡面了，我第一个先来吃这个满汉大餐。下来吃这个排骨鸡面加鸡胸肉，辣到了，真的服了。回忆的味道，你知道思念是一种病，失乐是一种病吗？哇塞，这不好笑。福是一种狼。我刚刚是用苹果加柠檬，双重口味，喝起来有点像苹果西打。你们健身的人是不是都蛮喜欢吃鸡胸肉？那你知道举重选手比完赛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吗？珍重，再见。好，那我们吃完3碗泡面了，现在再去买几碗带回家吃，因为他们这边用餐区刚好要收了。这个阿 Q 桶面也是我国小最爱吃的。我以前都吃泡菜口味，但是今天没买。你知道为什么女生年纪越大越喜欢穿露肩的吗？不知道。因为老奸巨猾。你没有，你现在也是。我就说我啊。再加这个科学面。最便宜的面增量方式就是加科学面了。继续回家吃泡面，好，那我们刚又从 Seven 外带了一些泡面回来，现在就继续来煮泡面吧。先来泡这个辛拉面。我在网络上看到可以用预饭团再加进去辛拉片里面变成韩式泡饭。
闻起来好泡菜哦。溏心蛋，玉饭团的米饭吸附了这个辛拉面的汤汁。阿尼亚塞哦。那我们再来泡下一个。哇，现在外面的风好大哦！来泡这个安城汤面。你好，安城汤面。听说他家王乖乖会有那种很独特的味道，你来试试看。我觉得没有很搭，分开吃比较好吃。这乖乖现在渐渐融化在里面了，汤变得好甜哦。台风天的夜晚，被泡面给治愈了。有一天，刘备和张飞一起骑马，刘备眼看着张飞就要冲出悬崖了，他就跟张飞说：“张飞，你快乐吗？”张飞回头说：“我很快乐。”然后他就掉下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再来泡今天的最后一碗，这是莱伊克加豆浆，来试试看这个莱伊克版的咸豆浆吧。真的有像咸豆浆耶，小虾，刮台风的世界给我一种乱世的感觉，在安稳的房子里面做着平凡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一种乱世余生的快感。好，那我们吃完啦，来去睡觉，准备迎接明天的一场硬战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这家大王麻辣干面啦，现在准备要进去挑战了，走吧。是不是我们的烧鸡了？那个面呢，一边拌一边吃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刚餐点来了，但是因为我怕我等一下，我们先做那个胃部保护措施，吃两个饭团。我看网络上他们说，吃辣之前先吃一点白米饭、淀粉或是青菜，可以做一层垫底。再来吃一个优格，希望它可以好好保护我。因为我其实在两年前有来这里挑战过一次，我那次只吃了几口就失败了，所以这次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好，这样我的胃里现在有两层建构作为保护了。那我先来吃吃看，这是我朋友点的榨菜肉丝面口味的。是那种中式的拉面面条，有带一点轻微的麻辣，吃起来蛮香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准备要开始吃了。这个闻起来就超辣的。我可不可以把它分成两口吃完？想得太美了。在吃面的同时，尽量减少口腔及嘴唇与面条接触的机会。这边我使用的方式是不咀嚼面条，直接吞下去，尽量降低舌头能感知到的辣度。
吃饭，你等我呗。阿妹，吃什么饭？哎呀，两口都吃完了。吃干净了，没吃干净啊，还有病毒。我的胃开始燃烧了，你要多喝一点。你要多喝一瓶。慢慢我的胃现在超痛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确定挑战失败了。我最后是剩下一点这个拌酱，跟几根面条，但是我真的不行了。面条吃进去之后，它的辣度三四分钟过后，会在胃里面蔓延开来，很像有火在烧。现在嘴边这附近有沾到辣酱的部分，全部都还在烧，真的很像发生火灾的感觉。那现在就去付这一碗的钱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家休息一下，在家录结尾。一回家不用烧热水，就能现冲一杯热腾腾的奶茶。回到家能喝到一杯热腾腾的现泡奶茶，真的太幸福了。好，那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挑战大王麻辣干面的心得吧。因为我在两年前曾经挑战过一次，那一次的感受就是让辣度停留在口腔太久的话就会越来越辣，所以我今天用的战略其实是我是直接吞下去，几乎都没有咬的，可能我花吞的时间太长了，在五分钟之后辣度开始在胃里蔓延开来，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下去了，真的很像快要看到天堂。我原本是抱着一定要挑战成功的决心去吃的，没想到还是失败了。那最后是剩下一点肉末，蛮残念的，希望我下一次可以挑战成功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